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也讲快一点啊。好，一点呢，大致上就了解一下。那我想在创立新会的时候，先讲我们这一次三次的视讯会议，我们的江达龙博士，我们的老师有几个情况，就像刚才讲，乌克兰打战在即啊，马上如何用最具体方案？那我要讲的很简单我上面建立小党在创立新会这个部分创了8年，那第一年我没有经验，创的是是二代团队，我把我周边好朋友的打电话给有人。翻我们的小孩，你要管好，对啊，这样扣在一起嘛，二代就在一起，就是我们朱美达新事务会目前是指挥司令，而且这几年下来，他们各自事业互相帮忙啊，把跳、赢州、老沙都稳。我们给他什么？给这些年轻的什么？你成立这个新会，不管他是特殊信息分会，请问我们身为领导的人，我们要给他什么？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其脑中进到。那当然，这部分就简单带过哈，这个是新会成立的部分。那新会保留一样，那青现在中，那今年的总监的年，去年年度主题有一次上古危险。那我们来自国会的初心是什么？是来交朋友，共同来做努力。那中希望一些人脉的建立，这个也是给，反正我们要多方的思考，如果是给，再来就是年纪大的，我常常在第一次新会报，我去年几次的新会报，开始都讲，今天开始大家每一个介绍都要鼓掌，因为很多时候前面鼓掌，后面好不要立着鼓掌鼓掌，前面很开心刘文老师杨一林好不要怎么办？所以我常讲了，成就他人造就是多鼓励他人，多给他人鼓掌，那让室友们觉得我在这里是有一个价值的，好了，老中青会员保留也是一样，新会员也是一样。那一零七年，不好意思，要多讲几